轮仍在运转，我们又再见了。翩翩而来，终有一日也会飘零而去。吴老板，我有一事相求。于姑娘客气了，谛听可不说什么求不求的，我们这儿只讲公平交易，童叟无欺。可以，若我身上有什么吴老板看得上的，尽管拿去，我只求一个答案。可惜可惜，若是另一位余姑娘，五蝶确实有些生意要做，可是您嘛，人魂的我难道还有秘密？可我竟一无所知。看在都是同路人，我就提醒一句，余姑娘想知道的事本不必问，过些日子自会出现在你眼前。哼，既然一路同行，自然也不必如此虚伪客气。我既被你召出，少不得要听你一言，但也仅此而已。你这人心思明晃晃的，根本不是做坏事的料，怎么总是这么想招别人厌呢？也没什么不好，总比那些口蜜腹剑、两面三刀的正人君子强多了。你这姑娘年纪轻轻，说话却有几分老成。前辈过奖，不过是吃一堑，长一智。哼，这个自然，莫要等到为所谓的天下大义所缚，痛失心爱之人时，才追悔莫及。